1935年10月，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结束长征，胜利到达陕北。同年12月25日，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，确立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和总路线，决定在巩固陕北根据地的同时，从各地选派干部，创办抗日红军大学。就是看个热闹，有什么好看的？大哥，快跟我走吧，一会儿我爸爸就派警察来镇压了。啊？那得告诉他们一声啊！哎，别摇了，别摇了，快回家吧！警察来了，快跑！快跑！这不还真开枪啊？就这样办，情况怎么样？游行队伍已经被驱散了。都是什么样的人？主要是燕京大学的一些学生，现在学生已经被赶回学校去了。好，把学校给我封锁，学生都给我集中起来，所有参加游行的人一个都不能放过。是，局长。你们都是燕京大学的学生，国家的栋梁。学生不在学校好好读书，跑到大街上游行示威，给我们当局添乱。你们知道眼下中国的情况吗？知道，东三省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，连说中国话都是罪。国民党政府为什么不管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不管？为什么？几十万的东北军不反抗又撤回关内，把东三省拱手让给了日本人，当局为什么不管？管你啊！热闹的，别声张，别装了。反饥饿，反内乱，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呀？爸，你爸是警察局局长，你问我怎么办？你跟那警察头说一声，咱们放了就。哎呀，要是能说，我早就说了。我爸要知道我参加游行，还不把我腿给打断了？你又没参加游行。我是没参加游行，那我怎么跟我爸说呀？我说爸，我没参加游行，我是给他们通风报信去了，腿照样断。行，别笑了，快想想办法。你要是都没办法，我就更没办法了。好，你，我站起来。你们为什么抓人？老爷，哥，他们又开始抓人了，怎么办？哎呀，抓就抓呗，反正我又没参加游行。你的鞋呢？我鞋刚才集合的时候被踩掉了。哟，这不是董大小姐吗？你怎么也来参加游行了？你这不是给你爸爸脸上抹黑吗？别胡说八道啊！哪只眼睛看上我参加游行了？我没有参加游行的。我看你这身衣服就不是燕京大学的。我就说嘛，董小姐是不会参加游行的嘛。来人，送董大小姐回去。胡说八道，跟我走。我突然想起来了，我参加游行了。什么？不光我参加游行了，我还能证明这帮人都参加游行了。你们同学他有病吧？说什么呢？别管我。哎，你瞅瞅你们这帮人，敢做不敢当啊！参加游行怎么了？我都参加游行了，你们能没参加游行吗？啊，都去呗！都参加游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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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监狱可没这么大，这一天得吃多少饭啊？行了，你们都承认了就行。这次来参加游行的都给我登记上，下次再让我抓到你，罪上加罪。干嘛呀你啊？像不像？我说董大，你是不是闲的呀你？今天是风景写生课，又不是人物肖像。画画嘛，那就是要画自己眼中最美的事物。我就觉得这个最美。哎呦呦呦，你又来了，你能不能别那么酸呢？干嘛呀你啊？别闹了，来见识吧。同学们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大家收拾一下东西，准备上车回学校。我有好东西给你。什么好东西啊？看，手枪。嘿，我看看嘛。从你爸那偷过来的呀？抓着就要偷，抓不着就要拿，拿出来的。哎，我看看。我看看不行啊！想看呀？啊！哎呀！算了吧。我脸也要挠了，不行啊！快！经不起抖，给。勃朗宁 P35。高兴吧？我试试啊。孙教授，高哥和董大还没来。他们的画架还在这儿呢。这样，你帮他们先收拾一下，我们在车那儿等着。好。飘。嘿嘿嘿，你傻乐什么呢你啊？我告诉你，我把这把枪带跑了，我看你还笑得出来吗你？你把枪带跑了，那我就跟你一起跑。你跟我跑什么呀？我要的是枪。切，又没有人跟你抢枪，你要枪，我要你，没问题啊。不许动！哎，别，这里面有子弹，快点拿开，拿开！我没死啊。我没开枪啊。小赵，你赶紧组织同学们上车，然后把车发动好，在这儿等我，快。好，行，走走走，上车了，快快。过去看看去啊！你跟着孙教授回去啊！不是，高哥。站住！停好！站住！我是老师，我是个学生。你学生跑出来干什么？赶紧回学校去！什么人在追你啊？我帮你。孙教授，在这儿别动。什么你？他那儿有枪。我是老师，你来教物理的？不，我是来教地理的。你是老郑，郑鸿儒同志。老孙吗？孙振阳。对，我是奉上级指示前来接你的，快走。高哥，过来帮忙。哎，快快！
哎，上，到了。还愣着干嘛？上车！这儿有把枪，勃朗宁 P35，这是警察备枪，难道接应他们的是警察？把枪号报上去，让他们查一下。走。好。沿着这条路一直向前走，很快就进城了。今天发生的事不能和任何人说，明白吗？知道了。高哥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那我走了，孙教授。嗯，保重。再见。向来温文尔雅的孙教授突然变了一个人，让高哥完全不认识了。他无论如何也捋不清这件事的来龙去脉，更想不到会给自己的命运带来什么样的改变。怎么样，老张？没事，多亏你们了。那些人是什么时候跟着你的？火车上一直跟着，估计就是蓝衣社的特务。特务？红日同志，你现在已经暴露了，必须尽快撤离北平，绝对不能让那些特务知道你要去陕北啊！报告，请进。季馆长，最新情报：中共从苏联回来的军事人员在火车站附近与军警交火，最终逃脱。军共在这个时候调回军事人员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既然来到北平，应该和我们有关吧？到了。喂，军共军队刚刚在陕北站稳脚跟，就进行频繁的军事动作，还企图打通华北路线。而蒋介石的军队似乎也急着进了山西。这个从苏联回来的军事人员应该跟镇里发生的事情有关。那我们要不要马上插手追查此人？暂时不要。我倒是希望中国人能够在山西、陕西斗得越凶越好。不过我们还是要密切关注那里发生的一切。这个您放心，我们已经早有安排。好，我给他们准备了一份好礼物。礼物？什么礼物？很快你就会知道的。啊，去吧。是。有人接应，还发现了警察用的枪。警察？放屁！蓝衣社抓不住共党，就都怨到警察头上来了。再来电话你就告诉他，我警察局长就是用的这种枪，我看他敢不敢也说我通共。那边说他们要调查。查，你让他查，我也希望他早点查，省得咱们也说不清楚。是。你现在通知全城戒严，我立马就到。是。枪呢？娜娜，你是不是拿我枪了？啊，枪？啊，还真是你拿的，好好拿我枪干嘛？
今天我们去郊外写生，我就想着拿个枪防身什么。胡说八道！去郊外写生，用得着拿枪去防身吗？我没有胡说八道，真去写生了，真的，我没骗您。不信您看，速写本。我枪呢？枪在高哥那儿。在高哥那儿？他让你拿的枪吧？不是不是不是，是我自己拿的，真的。他不是喜欢枪吗？我就想把枪拿去让他玩一玩。原来是拿着我的枪去讨好高哥那臭小子了是吗？他人呢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？什么情况？当时我把枪给他，他正在那玩呢，然后就听见树林里真的有枪声。你们听见枪响了？嗯。去哪儿写的生？就在通惠河那儿。通惠河？那后来呢？后来高哥说他要去树林看看。那你呢？我没追上他，我就上车了。哦，也就是说，所有人都回来了，就是高哥一个人拿枪进了林子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不要和任何人说枪是你拿的。不是我拿的，是谁拿的？这个人谁都可以，唯独就不能是你，知道吗？爸，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出大事儿了，都是你惹的祸。这两天啊，你在屋里给我好好待着，哪儿都不许去。哦，那我先回屋了。贴上啊！啊，好点。行，得了。啊！像啊！哎，这不是我吗？就是他。哎，不是，你们误会了。哎，来，兄弟，你走。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停！停！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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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站住！快点，老子！你们两个给我上！涛，这是女生宿舍，出点什么事咱都不起。女生宿舍的，给我搜。是。走动，这边。刘松，怎么？走走走走，不是，你来屋，把灯挂了。走，过去看看。摸黑的搜，
我们这里没有什么共党的，你快出去吧。这位小姐，我们正在执行公务，希望你能好好配合我们。如果你扰乱我们执法的话，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接着走。不能送啊！你们不可以胡来。是谁？仍需你们进来的。你谁啊？我是这所学校的校长，没有得到教会的许可，你们不可以进来。 这里是女省宿舍，哼，外国人还挺厉害。我们是北平警察局的，我们执行特殊任务的时候，北平的任何地方我们都可以去，包括这所学校。小婉，你先回去。 不光我参加游行了，我还能证明这帮人都参加游行了。请问，你们在执行什么特殊任务？抓共党，我们搜捕的一名共党，逃到这座大楼里面来了。太可笑了！你们三更半夜闯到女子宿舍来，我看你们才是土匪。切，中国话说的不错。 你等着，待会儿我把人搜出来了，你就知道谁是共党了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搜！不可以！这里是教会办的学校，你们再这样无礼，我就控告你们。头儿，要不我看案就算了吧。咱们要是抓到共党的话。 顶多也算是咱们两个尽职尽责，他要是抓不到的话，捅了娄子可没人给他们兜着呀。啊，是这样，我们这么做不也是为了你们的安全吗？既然校长不领这个情，那就算了。可是万一你们这儿出了什么问题，可别怪我们不尽职守。走。 Are you okay? Yeah, I'm okay. Thanks you asked. Okay. Did you see some strange here? No, no. I didn't see anyone. I hope. And no, go to rest. <音>我去上个厕所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没想到在这儿找着你了。你找我？对呀，那天游行你不是被警察抓了吗？后来我怎么找都找不着你。那天的事儿真是谢谢你啊。嗨，你别这么说，今天事儿还得谢谢你呢。要不是你啊，我早就被警察抓走了。 你可真会找地儿藏，刚刚可把我吓坏了。还没问你叫什么名字呢。我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说呢，我把你床单都弄脏了，还没问你叫什么名字呢。我叫陈小婉，你呢？嘘，你别害怕，这是燕京大学的，叫……我叫高歌，你好。他不是坏人。 你连他名字叫什么都不知道，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坏人？哎呀，我待会儿再跟你说。哎，这灯绳怎么不见了？啊，肯定是那帮警察给弄断了。没关系，我会修，我帮你们修啊。哎呀，这灯绳，哎，你看，在这儿呢。 也不能总待在这儿啊，待会儿要来查房怎么办呀？你看看好了吧，这回看清楚了吧，我不是坏人。嗯，那时候也不早了，我就先走了啊。哎。
你看咱俩挺有意思的。第一次你被警察抓，这第二次吧我又被警察抓，这第三次但愿啊不会再有警察了。那是那是，嗯，那我走了啊。别害怕，又是我。今日救命之恩，他日当涌泉相报。再见，再见。哎，那怎么有条围巾啊？这围巾。肯定是他刚刚落下的，怎么慌里慌张的？要不你把它洗洗，万一是他故意留给你的呢？说不定啊，是留给你的呢。我才不要！谁啊？小婉，是我，版本达凯。校长，快快快！快装傻！你在韦子坑救的那个人，现在他在哪儿？韦子坑救人？没有，我们一下午都在郊外写生呢。写生？写什么生？你的同学都回来了，只有你一个人没回来。我怎么没回来了？我要没回来的话，你怎么把我绑这儿了啊？还把我犟嘴！我呀呀！行了行了，怎么乱打人？看看这把枪，认识吗？报告局长，那小子招了没有？没招。不过我看来事的人把枪拿出来的时候，那小子有点犯傻。那枪呢？他们不给呀，说案子结了以后才给。混账东西，我这个把柄。就一直在他们手里这样攥着。记住，一口咬定就是高哥这小子偷的。那万一他说枪是大小姐给的呢？那也不承认。回头我给娜娜叮嘱一声。局长，另外来一些的人还说了，在现场发现您枪的事儿对您很不利，他们希望您能全力配合他们的抓捕工作。这是在威胁我。周教授，给我进去。不是，我又没犯法，你凭什么管我呀？哎哎，回来！干什么呢？我老大问你话呢。学生，犯什么事儿了？我没犯事儿。没犯事儿能被逮进来？参加共党游行了吧？你们这些学生啊，就会瞎起哄。哎，知道通共是什么罪吗？死罪。我敢说你小子啊，活不过三天。嘿，我上。你们干什么？不是你们要干什么？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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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个学生，吓唬吓唬得了，真打呀！注意点儿，出事儿了。嗯，警察局来人说，咱高科被抓了。他们凭什么抓我儿子？
说他私通共党。私通共党？这小子平时都没个正形，怎么能私通共党呢？你说这孩子都干了些啥呀？私通共党可是死罪呀！你赶紧想办法救救咱儿子吧。他就是真的私通共党，我也救不了他呀。咱们全家没被抓进去，已经算是烧高香了。儿子是被警察局抓走的，咱们可以去求求他局长。他那个宝贝女儿不是打小就喜欢咱们家高哥吗？齐亮，有人保安你，走吧。队员，出去以后想着点兄弟们。对对对，帮咱们兄弟跟警察说句好话。放心。别整天想着救国了，这年头先保住自己的脑袋吧。队员，您慢点，队员。有头听我说话了吧？你干嘛不答应高伯伯放了高哥呀？高哥根本就不是共产党。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共产党？反正不管怎么说，就是不相信高哥是共产党。可是蓝衣社就是在共党逃脱的地方捡到我那把枪，而这把枪就是高哥带到这个地方去的。他不是共产党，那你是啊？还是我是啊？您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为了摆脱我的嫌疑，撇清您的责任，您就诬陷高哥呀？这怎么能叫诬陷呢？他现在就是重大嫌疑犯。这就是诬陷。行，我现在就去警察局，我告诉他们那把枪是我拿的，让他们来抓我呀。反正我又不是共产党，不就是一把破枪吗？你给我回来！你真的想气死我？你以为现在单单是一把枪的问题吗？你去自首，你去自首，说明你爸爸我在编造事实。这第一就是诬陷罪，这第二呢？枪不是他拿的，那肯定就是我拿的，这是通共罪。真生气啦，董局长！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我错了，行了吧？我错了啊。爸，要不您就想个办法把高哥给救出来，不就什么事都没了吗？爸，签字。我不签。签完字，你就可以回家了。你少蒙我，你签了字，你就送我回老家了吧？傻小子，签完字你就可以出去了。真的？看什么看？不想回家呀？快签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别受伤！我想……哎，衣服，衣服！哎哎，后服给我脱下来！高哥，哎呀，你怎么受伤了啊？别碰我！他们是不是欺负你了？我看看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接你啊。你来接我？少假心假意的。什么叫假心假意啊？是好心好意。你还好心好意呢？你把我的画像都成了通缉令了，还好心好意呢？对不起啊，那个是我爸爸从我速写本里拿走的，我不知道。就为这事儿，我还跟他大吵了一架呢。再说了，他不是也知道错了吗？别生气了啊。这么说，是你爸把我放了？算是吧，但是更准确的说，是我把你给放了。你？嗯。我才不相信我的未婚夫是共产党呢！不是不是，你打住！谁的未婚夫？我的未婚夫。谁啊？你啊！我怎么成了你未婚夫呢？你可拉倒吧！哎，你要不是我未婚夫，怎么能把你放出来呀？我算是听明白了，就是不管谁把我放了都不是白放的，是吧？条件就是我娶你，是不是啊？行了，瞧你这话说的那么难听，跟乘人之危似的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事儿可不是我们家提出来的。那是谁啊？你爸爸呀，高伯伯亲自去我们家提的这门亲事，爱情、自由双丰收。你说我干嘛不答应？不是，那我爸答应的又不是我答应的。再说了，都什么年代了，父母不得包办婚姻，你不知道啊？
这事我不同意啊！哎，这不是包办婚姻，你干嘛呀你？这怎么是包办婚姻呢？这是自由恋爱。什么自由恋爱啊？我不同意。怎么不同意啊？我早晚都要嫁给你。不是，你怎么耍赖的，董娜？没耍赖，走走走走走，快上车。不是你，哎呀，先上车。你怎么这样啊？你哎，开车。等等我呀，走。你干嘛去啊？回家呀。你回什么家呀？那是我的家。你家不就是我家呀？行了，我现在这个样子回家，我爸肯定要骂我。你楚娜，你觉得合适吗？你什么样我没见过呀，有什么不合适的？走。董娜，别闹了，烦着呢。不好意思啦。行行行行。我不去了还不行吗？你替我向高伯伯问好，告诉他我过两天再去看他。高哥，别忘了咱俩的事儿。妈。儿子，儿子，你可回来了。妈，让您担心了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妈，我爸呢？在屋看书呢，过去看看吧。几天没合眼了。哎，我去给你做点吃的。好，那我去了啊。哎，让您担心了。知道就好。我听说您还去董长利他们家求情去，你还跟他们提亲，你怎么想的呀？不这么做你能出得来吗？你想死在监狱里啊？爸，您看这样行不行？娶她没问题，那怎么也得等我混出个模样来啊。咱高家娶媳妇儿怎么也得堂堂正正的娶啊，对不对？别在这跟我油嘴滑舌的，你想清楚了找你哥去。我都不明白了，你说你们哥俩没差几岁，你看看你哥，现在是中央军校的高级教官了，你看看你，现在都没个正形。所以呀，所以我更不能现在结婚了，我得向我哥看齐。但，爸，除了我哥那儿，我就没别的去处了。你别在这跟我讨价还价的，就这一条路。如果你想好了，明天我去找董长利跟他说，先送你去上学。至于婚事嘛，稍微往后推推。对，就这样，人家未必能同意。是是是，我去，我去还不行吗？哎，梁婷婷，你电话。啊，谢谢。喂，梁记者吗？是我。警察在抓人。什么？警察在抓学生，在哪儿？在什么附近的一个茶馆，明香茶馆。好，我马上就来。嗯。哥哥，你能不能不去上军校啊？那都是我爸安排的。那我怎么办呀？你什么时候娶我呀？那中央军校有女生吗？我哪知道呀？高哥。不过董娜，我这一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。这军校吧，不像别的学校，这毕了业是要出去打仗的。这万一我要上战场，别说了，我等你平安回来。车快开了吧，我该上车了。过来。干嘛呀？我有个礼物要送给你。什么礼物啊？给什么呀？这是勃朗宁手枪。你又把掏出来了？嗯。那你不怕你爸打到你的腿啊？不怕。
你不是喜欢枪吗？带在身上能防身，还有，就当是我陪着你了。谢谢啊。车快开了，那我走了啊，赶紧回去吧。高哥。我舍不得让你走。哎，你松开，这么多人呢。我走了。高哥，我等着你回来娶我。赶紧回去吧，不然你爸又该着急了。我看你先走。听话。别客气，又是你，咱俩怎么这么巧啊？是啊，来来，先坐下，坐下说。哎，你们学校放假了？明天就将奔赴战场，今夜月下倾诉衷肠，脚下的路太短。太短，心中的情太长太长，烟和水有你笑声我，我不是看见了这离别的泪光，无情时光在。